赛事，谢谢你今天能来陪我。我到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，我看着你上楼。回来了，那什么，我还没来得及做饭，我现在去做。我爸呢？最近小卖部有点事情，他这两天不回来了。那他人去哪儿了？你做作业去，过去。进去。我做什么作业啊？你跟我爸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哎呀，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情，坐坐下去。我改天跟你说。妈，你是不是和我爸要离婚？我不同意。